是尹白猿。在很久很久之前呢，我们做了一期关于奇光板制作的视频，在那个视频里头我们讲了一下奇光板制作的具体过程，然后我也提到了一下奇光板是通过四个接角实现了各块板子之间的自动拓扑，以实现让主控来对各个板子的独立控制。那今天我们就把之前的坑填上，来研究一下我们在软件层面是怎么实现奇光板的。实际上在制作上一个关于奇光板的视频的时候，我只是思考了理论上怎么通过四个接角来实现自动拓扑的相关软件层面的事情，那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代码写出来，所以大家当时看到的这个奇光板的这个整个的表现效果其实都很单一，我只是通过这个主控啊，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那相关的自动拓扑的逻辑呢也没有去写。那后来呢我花了大概2到3周的时间认真的把这个自动拓扑相关的软件代码写了一下啊，开始其实写的还是比较烂，但是考虑到这个代码要开源，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结果，那我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优化。那最终今天呈现给大家的这个代码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而且实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底层效果，给大家作为学习和使用的一个开源代码，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自动拓扑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下面为了更好的给大家解释奇光板的工作原理，我在白板上为大家讲解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连接器，那这四个接角分别是什么功能，我们现在要具体先来看一下。先画一个控制端，这个控制端就有四个接角，其中两个是电源接角，另外两个是数据接角，正12伏和 GND， 也就是我们说的负极。那中间的两个控制接角，一个是 CAM 口通讯接角，另外还有一个仲裁接角。那这四个接角和奇光板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现在先简化一下它的连接原理。那假设我们有一个奇光板啊，它只有入口和出口两个面，入口四个接角，出口四个接角。同样，下一个奇光板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供电接角呢，相当于是直接和入口相连，同时再和出口相连，入口相连，出口相连，就这样一直连下去。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其实只是一个特别基本的并联电路，那所有的奇光板的电都来自于这个12伏的一个电压。那另外的这个通讯接口呢也是这样一样的啊，也是一个并联的电路，当我们的主控去发出一个信号以后，所有的奇光板所有的节点都会收到这个信号。那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无法知道哪个奇光板在前，哪个奇光板在后，那具体我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找到一个具体的奇光板呢？那只通过这一个接角做不到，那这个时候就有了 select 接角。那 select 接角和其他的三个接角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在奇光板上是一个串联的形式。那首先我们的主控连到第一个奇光板上，在内部这两根线是不相连的，那第一个奇光板再去连第二个奇光板，第二个奇光板再连第三个奇光板，所以12伏 CAM 和 GND 接角是并联性的，那这个 select 接角是串联性的。那比如我主控器发出一个消息，那它只能是连着它的第一个奇光板收到消息，那第一个奇光板再发消息，那只能是第二个奇光板收到消息，那以此类推，那就通过这样的一个 select 的接角，那就实现了各个奇光板之间上下级关系的查找。那具体怎么查找我们等会儿再说。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解释一下通讯接角和仲裁接角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在介绍这两个接角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关于通讯知识的一个小科普。我们通讯一般来说分为三种情况，分别是单泵通讯、以及
半双工通讯。最后一个是全双工通讯。那这三种通讯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比较简单，单工通讯就相当于一个广播。那我们的广播电视台呢，只能是发消息，那我们的收音机呢，只能是收消息。那永远是这样的，那我永远不可能通过我的收音机去给广播电视台发一个消息，这是做不到的啊，它是单向的一个消息通讯方式，所以叫做单工通讯。那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双工通讯，那它意味着就是两者之间既可以发消息也可以收消息。那它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半双工通讯就是在我发消息的时候我是不可以同时接收消息，这就类比于就是我们的对讲机，当我在说话的时候呢，另一方只能听，另一方发消息的时候呢，我只能听，这就是半双工通信。那全双工通信呢，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最常见的一种通讯方式，那比如打电话、网上发消息什么的啊。那我发消息的时候我也可以收，对方发消息的时候也可以收，那就是全双工通信。那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如果是单工通信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有一根线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只要这一根线啊有一个信号的变化，那就可以从一方发送到另一方的消息。半双工通信呢，同样也是只要有一根线就行，因为在同一时间只需要往一个方向发消息。那全双工通信呢，那就至少需要两根线，这样一根线发消息，一根线收消息。知道了三种不同的通讯方式，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看不见角应该使用哪一种通讯方式。那首先全双工就不可能了，因为全双工至少要两根线，那我们看口显然只有一根线，那所以只能是单工或者半双工的某一种。那我们再来想一下我们的实际场景，当我们的控制端要发一个消息的时候，其他所有的板子都能接收到这个消息，那同样我这个控制端也要知道每一个板子具体的当前状态，那所以每一个板子还要给我的控制端发消息，那所以单工通讯也不行，那必须要使用半双工通讯。那所以好，第一个结论有了，我们的 COM 口使用的是半双工通讯。那具体它使用的是什么协议进行半双工通讯？我在这儿直接给大家解释一下行了。那我们就用的是串口通讯啊。正常的串口通讯是双工通讯，需要两根线，一收一发。但是呢，我们在软件层面实现了只用一根线啊进行半双工通讯的方式。那具体怎么实现的呢？大家去看我的代码就行了。我在这儿就不多做赘述。接下来讲解一下仲裁接角的工作原理。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需要把奇光板的这个连接的拓扑结构进行一个抽象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每一个奇光板是三个面，那我们可以先把它画出来。那其中一个边连接到了负节点，另外两个边连接到了子节点。那同样的，比如我这个子节点，那连到了另外一个奇光板的负节点，然后子节点。那这边也可以同样，那就这样连接下去啊。如果你学过软件原理，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二叉树的一个数据结构啊。同样，那在我们的这个奇光板里头，它的最终的这个拓扑就是一个二叉树。我们现在看一下，来看一下啊，具体这个Select 接角是怎么工作，然后找到各个节点的。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总的控制端。当控制端的 Select 接角发一个信号的时候，那离它最近的这个板子就会收到这个消息。哎，那它就知道，那我的这个边是上级节点，那另外两个边就是下级节点。那这个时候我再给左边的边发信号，哎，那它就得到了，哎，我就知道了这儿是上级节点，另外两边是下级节点。他给这儿发完信号，然后再给这儿发信号，哎，那他就又知道了，哎，这是我的上级节点，这两个是下级节点。那以此类推。那实际上呢，我们是通过一个广度优先或者深度优先的
方式啊，就可以对每一个奇光板进行便利。便利了以后，那我知道了上级节点以后，那我还通过这个看口给我的主控啊发一个消息，让主控知道我在这里，同时主控再给奇光板分配一个唯一 ID 号，那我们就主控就可以通过这个唯一 ID 号来控制每一个奇光板。原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啊，通过这两个接角怎么样的去给这个奇光板进行自动拓扑，那这儿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不明白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弹幕或者评论的形式告诉我，那我也可以跟大家继续的做深入的探讨。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更多是一种科普性质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啊，还是那句话，不对代码做系统的研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奇光板的自动拓扑过程。为了更方便的观察效果，我把每一块板子查找的时间拉长了一点点，而且找到这块板子以后它会发白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部找到以后，所有的板子发白光，然后开始执行相关的播放效果。每一块板子的效果都是主控直接去控制的。好，我们可以把这儿关掉，然后我们再可以将主控换到其他位置上，再次看一下查找效果。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仲裁接角呢，只需要高低电位的状态变化，即可以定义上下级关系。那通讯接角呢，实际上需要进行很复杂的数据交换，简单的高低电位变化是实现不了这个要求的。那我们就需要设计一套通讯协议。那这个协议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在这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说是协议，实际上有点高大上，其实也很简单。其实上它就是一段字节流。那这个字节流的每一位是什么啊？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仅此而已。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字节流是怎么定义每一位具体是什么内容的。我们的协议的第一位是零，代表整个消息的开始。第二三位定义了整个消息的长度。那在这儿有两个，但并不代表我们只能表示两位数的长度啊，实际上这每一个字节有八位，那两个字节就是十六位，所以最长能表示二的十六次方减一啊，这么样一个长度。那再往后是我的协议号，那比如我要规定协议零干什么什么事儿，协议一干什么什么事儿，协议一百干什么什么事儿啊，那这儿这一位就代表的是协议号。哎，再往后一位代表的就是板子的 ID 号。那我这儿比如是零，那他就去找零，那是十五，那就是第十五块板子做响应啊。当然我们规定好了，零号板子就是我们的主控，一号板子就是和主控连接的那一个板子啊，那再往下那就是各自去分配它自己的编号。那这个编号是什么就写在这儿。那我比如写这儿写编号5，那最终这个协议就会是编号为5的那块板子去做响应。那如果这个号是255啊，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一个广播消息，那所有的板子都会去执行这个消息。那再往后边那67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些位就都是所谓的有效载荷。比如我们现在来设计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让某一块板子变成某一种颜色，那我们把这个协议规定为10，同时后边的三位那就是这个颜色的具体的值啊，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RGB 颜色。刚才说了我们要定义为绿色，那这一位就要写0，这一位写255，这一位再写0。好，那这样有效载荷就是三位，那后边的这两位也不需要了。好，那这就够了。那还有呢，我们要给最后整个消息最后再增加两位，这两位是对前头的数据进行合法性校验的。那我们现在在这儿用的是
CRC 这一个校验方法啊。那最后呢，整个消息发出去就是1234567890个字节的数据。那客户端就是接收消息方接收到了这10个字节啊，首先再去做校验，然后再根据前头的每一个字节的具体信息做相应的处理，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应用层面的消息协议。那具体我实现了很多的协议都已经写在代码里了，大家可以通过去阅读代码去看每一个都是什么意思。具体来说，每一块奇光板的代码是基于 Arduino Nano 去实现的，控制端的代码是可以在 Nano 上也可以在 ESP8266 上直接运行。具体这个代码怎么去上传，我之前的很多视频都已经给大家做过介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我相信这期视频过于的硬核，那很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也不会专门的去研究，那了解的也不需要我再去做那些非常基础的介绍。那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弹幕啊，跟我去交流。到此为止，总算是把之前关于奇光板的坑给填上了，那不由自主的呢又想挖一个新的坑。接下来我会继续的在硬件层面上对我这个奇光板进行一个更大幅度的优化，到时候会做成方便大家拼接制作以及展示的一个版本。同样呢，我也会在主控器上增加和手机直接控制以及接入我们的家庭物联网的这么样的一个系统，让它真正的变得智能化以及实用化。在视频的最后我再强调一下，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绝对是干货满满，在整个互联网上也几乎找不到软件层面怎么去制作奇光板的相关的内容。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而且随着本视频附赠的所有的开源代码绝对是我花了很多的心血才编写完成的，那这些代码对于你理解奇光板在软件层面是怎么工作的绝对是非常有益的啊，如果你想自己做一个奇光板，这个代码是绝对值得你去阅读的。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对你来说非常有价值，请一定要给我投币、点赞、评论。如果你不想错过我频道的每一个精彩的视频，请务必要关注我的频道。YouTube 的网友请打开关注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我是尹白猿，一个只做好东西的工科男，拜拜。